还有看到我们天灯的冉冉升空。也请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或者是优酷频道大甲深蓝宫，我们的 YT 频道，我们都有这个现场的直播，也可以分享给你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参与大甲妈祖绕境盛会的朋友们，让他们透过直播的镜头一起来参与今年壬寅年的大甲妈祖的绕境盛事。待会呢小倩跟你都倒数五四三二一，现场听我们可以一起来喊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待会呢就请大家哈，我们会倒数五四三二一，然后呢我们证明公证不懂，还有包含呢就用我们的国宝天灯，我们的天灯国宝到现场来，所以我们叫做五四三二一之后，现场听我们大声喊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我们现在这个除会当中哈，待会就要来燃起我们的天灯妈祖。不好意思，因为在我们这个都是工作人员，上面都是有照册的。我们有照明册了，所以你不能靠近来，公会电视一样，你上来之后我们都变犯规了。爸爸，帮忙一下，请看。台阶也是哈，台阶上请不要站着。也是不能靠在上面，因为我们照册哈，不好意思。好，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约是我们的天灯国宝，是我们的国民树福伟这边的所在的我们的天灯妈祖的团队，会坐在这边来。所以呢，我们待会在这个地方有我们大甲正南宫的副董事长郑坤生副董，还有妈祖联谊会的会长，在现场当中跟着我们所有的贵宾一起为了天灯妈祖冉冉升空。那待会小倩和你都会喊五四三二一。再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喊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以吗？ Very good 哈，我们这个对方的仙女老师也在现场当中，我们在直播对不对？仙女老师来访问一下你哈，来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妈祖绕境。没有，我去年就来参加过，可是我第一天来看到这个很好的天色。去年就有听到，但是没有看到。他现在线上有300万元了。来，我们跟那个仙女老师线上直播的朋友们说 hello， 你好，我是小倩，我是你哦的朋友小倩。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天灯国宝哈，吴明树老师啊，我们主委哈，跟我们大甲正南宫，同时还有是我们妈祖联谊会的会长郑明坤，在现场当中呢，带着我们贵宾，待会会一起到我们天灯的冉冉升空。同时在我们现场当中也看到是我们的东森电视 TVBS 以及中天电视台，还有我们的一电视，包括在现场当中会有我们今天起驾的典礼当中的系列活动部分的现场的转播，那在我们大甲正南宫的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当中也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大家准备好了哈。好，现场我们准备要把我们的天灯冉冉的升起。来，好了，给我们个指令好不好？好了，给我们个指令，帮你倒数好不好？来，那个苏老大，好了吗？那我们要去倒数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时间哈。是。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整个天灯冉冉的升空了，好，再次的掌声给大家好不好？
孟天宫，我们的顾问也在现场哦，顾问跟他挥挥手哈，共同谢谢。好，还有我们这个大甲镇南宫的副董事长郑坤正副董，然后我们协会的会长，谢谢大家，感谢你，感谢。是好的，那么呢？这个年度的宗教盛事，我们妈祖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也是一个新年的庆丰。是。好，不管你。